各 seven 的香港成员王嘉尔近日在深圳举行一连两场的演唱会，两场都爆满，就连影帝任达华的名模太太琪琪都被他俘虏，成为 Jackie 之一。不单止坐在第一排，还获得特权到后台和 Jason 拍照，之后他将合照分享到社交平台，令到大批粉丝非常羡慕。但亦都有网民好奇，在合照里面他们竟然平头。据资料显示，模特儿出身的琪琪身高超过米八，但王嘉尔的官方身高只有1.74米，所以有人留言说 Jason 应该是穿了增高鞋。